是窗户的外框，我们外框上面这个外框是一体成型的，然后玻璃是双层亚克力，新款的话是外平内凹，然后三节档位，我们可以开三个角度，最大开启角度是70度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。窗户的里面，我们这个窗户呢，它有两个关，第一层就是透气的，关上以后，它这个是有透，就可以没有完全关闭，是透气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下雨的时候想透气，有孔，然后如果完全关闭的话，就拉起来，就完全关闭了。我们这个在上面安装角码。安装好角码以后，然后内框上面，安装好角码，直接扣上就行了。等一下会有视频。